OK， 玩车的朋友，我们今天又来试新车哦。那我们今天来试的是福斯的 Tiguan 啊，那它的 R 系列大家都知道，因为阿北有试过了，Golf R、T-Roc R， 然后今天这个是 Tiguan 啊，然后之前在那个力宝的部分也有试过 Golf R， 可是我都没有试过 Tiguan 啊，这是我第一次。四乘到提冠R，那提冠R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设定，它就是偏向于中型 SUV 哦。那它跟我们上次试的 T-Roc R，T-Roc R 算是属于 crossover， 所以它的体积会比较再小一点点，会再集中一点。那提冠R就是一般的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所以它的整个不管是乘坐上或者是空间的运用上。它都更属于我们常常接触到的 SUV 哦，让我们整个座舱的氛围跟驾驶视野的一个氛围，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就是一台很纯正的 SUV 车的给予的一个感受。但是它所搭载的引擎啊、底盘啊、一些主配动的配备，让它有着超越我们一般对于 SUV 车的一个认知哦。相信大家其实，在很多的媒体上已经看过一些试驾的报道跟一些很细节的一些解说，所以阿北今天会以一个试驾的感受来做一个分享，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开到提冠啊，所以我对提冠非常的好奇哦。我们来讲一下车辆的部分的编程，提冠的部分它有五个规，从最入门的118万到我们今天试驾最顶级的 R 版哦，216.8万哦。这中间其实差了将近快100万的一个价格，但是嘞，虽然你有提供那么多种选择，但是嘞，像去年2022的部分的那个 Volkswagen 的一个销售，1/5销售量全部都是集中在 R 系列身上，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台湾的消费者对于 R 系列来说，这100万其实从动力、编程到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致的一些配置，到车辆可以提供你的一个安全跟驾驭感受上哦，消费者还是很愿意去做一个买单的动作，因为毕竟有些部分的价差是你日后做升级无法得到的。那原厂已经帮你升级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拿到车，你就可以很轻松享受到R 系列给你的一个乐趣，满满的乐趣。那它的一个超价的感受就是R 系列其实我们已经开了3台，然后加上力宝也开过几次哦。我对R 系列的评价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稳定，然后非常高的乐趣的状态下就是稳定。那我们今天的试驾的一个路段，阿北又来到了106，那是上次 T-Roc R 的时候来也是在这边做一个实际上的测试哦。那一次测得太爽，回去吃了3000多块的罚单。对，那今天提冠啊，希望不要吃罚单，然后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它的一个性能，因为提冠啊跟 T-Roc R 又更不一样，无论是提冠啊的部分有搭配了R扭力分配哦，就是
它可以做前后轮的分配之外，它的前后轮的左右独立哦，也可以做扭力的最大化的一个改变。那它的独立的分配有到100%，那就是前轴50%、后轴50%的各100%，让你达到更好的一个弯中的一个侵略性也好，弯中的一个循迹性也好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山了，那我们等一下把模式调到竞技模式，那我们再试一下它整个给我们的感受。好 ，OK， 我们现在透过中央扶手上这个旋钮做一个模式的切换哦。它一般的提供模式下有舒适、运动跟赛车哦。那如果你再往左右旋转的话，它可以再提供下雪模式，然后越野自动模式哦，越野个人化模式的一些选择哦。那我们再调回一般的驾驶模式，调到赛车模式。那赛车模式的部分可以提前看到它的转速，我们好像是有比较高，我们来试一下，把它调回舒适。对，我们可以从荧幕可以看到它有在大概800-900转哦。那如果我调到赛车模式哦，它就会把转速拉高。那我们再提一下，这是提挂杆的部分。它除了一些 BLACK 的黑化套件之外啊，我觉得最屌的就是它这个蝎子管的一个钛合金排气管哦。虽然它200,000找1,000块的一个价格，不过它整体的重量呢，比原厂排气管还要轻了7公斤哦。那我们今天就上山来做一个测试的心得分享。提冠 R 的部分是搭载着 EA8884 的这具引擎哦。那 EA8884 就是现在 EA888 家族当中最新的一具2.0升涡轮增压引擎。我们可以知道 EA888 的不管是2啊或3，其实有很多的改装套件。那4的部分其实它做了非常大的进化，它的涡轮机的尺寸也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像全世界哦，目前都还没有提供到可以兑换的涡轮哦。那其实有稍微询问过细子的老师，他有表示哦，EBO4 这具引擎它只要原厂涡轮在还就算没有车过，没有加大进排气车，它就是也是一样可以达到大概380左右的一个最大轮上马力。上它888的部分已经取消了进气可变维持的一个排气的一个可变的一个系统在。那它这个这样的设定就是纯粹为了高转速大马力而做的一个取向。最大马力虽然320匹，它的最大扭力有42.8公斤，在2100转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哦。可以感受得到提冠 R 的车高真的比较高的状态下，它在弯道中遇到路面不平的状态下，它的车身的左右摆动的频率是比较高，然后比较明显。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 Full Motion 的四轮传动系统跟它的差速器哦，其实是可以提供很大的一个抓地力的驾驶信心，让你去做一个给油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虽然它的车高很高哦，它的避震器行程可能会比较长的状态下，但是它在左右摆动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四颗轮胎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程度在地面上咬着地面在跑。你可以感受到车子是虽然是人是这样子在晃动的时候，但是四颗轮子的位置跟四个左右对角的一个车高的变化，还是可以很明显的透过座椅、方向盘，透过你的脊椎去感受到整辆车给你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R 系列厉害的地方哦，它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的快到不知不觉哦，这个真的是R 系列的 Tuner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哦。那消费者会买单，其实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不过它然后自动系统的部分，虽然它是单向的一个卡钳设计，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够用哦。我们现在在弯中故意在不对的时间踩油门，也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
差速器的那个作动，把你的整个车头再往里面拉哦，带着车尾往里面走，非常有乐趣的一辆车。照理说，逻辑上来说，阿北现在应该要下车去换 GoPro 的位置，但是我觉得我好舍不得下车，他真的太开心了，这台车。寻机的能力非常的高，他在很高极限进弯的，你自认为很高极限进弯的时候，你觉得车子可能要在叫了，或者是在偏移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透过方向盘去做更内切的动作，或者是你要把车子车尾再往外放的动作，它都可以透过方向盘跟油门很明确的变更耶。我觉得这是有点厉害，因为已经在一个很极限的一个进弯动作的时候，基本上你的逻辑就是会控制油门，然后控制一个弯角的表现。但是提光啊，在这个当中还可以做车道的或者车头的一个指向变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哦，这样。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哦。那希望大家喜欢阿北的一个频道，因为我们跟一般频道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太会有太多的细节数据规格，我们会更着重于车辆的一个实际在使用状况下跟实际在操控状况下会遇到的问题跟感受哦。那我们会把这些感受就是回馈给我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频道，继续支持我们。阿伯其实很少讲，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这样让阿伯的频道可以继续支撑下去。就是你们的支持就是阿北支撑下去的一个动力哦，因为做频道一个人做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就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